佛就是个人，花眼是个鱼，比喻这以万乘的荫华庄严无上的果德啊。这个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就是具足一，这个它也有法，也有人，又有语，这叫具足一。所有的经典呢，给他立这个题目都不超出这一句，这七种。你呀，看千千万万这个大藏经的经典呢，那个题目啊，都在这七种里边包含着，啊，没有超出这七种。所以呀，这七种例题，示范你讲经的，一定要把这个七种例题呀先明白了。你明白七种例题了，然后才可以呀，那么讲解经典。如果